男神婚事沉迷，陶喆必谈婚礼计划。男神们有人公开秀恩爱，有人低调见家长，可是有人明明已经婚事箭在弦上，却死鸭子嘴硬闭口不提，嚷嚷着要结婚好久的陶喆，婚礼今年拖明年，明年不明年，到了最近就更不知为啥对婚礼避而不答了。婚礼我们就先不说了，因为这个是这个我现在真的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安排。小编暗搓搓的想，莫不是婚事黄了吧？乐翻天综合报道。